今天比较白，没有，是比较那个上次那个调的比较白而已，不然一样是这样子，其实跟上次是一样。晚安，我补个妆，好像还好。很漂亮吗？真的假的？嗯，吃了吗？吃了。感觉又瘦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吗？真的吗？没有啦，我哪天不漂亮？我很多天都不漂亮。刷一下。还没放音乐，难怪都蛮紧。期待林杰分身去，为啥？我会发啦，我会发照片，请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好不好？不要急，各位，你们就是太急了。这几个月的，我也觉得这几个月都很棒。最近这几个月的升学展，大家都好喜欢的感觉。先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，大家请不要激动。
请指定林杰，拜托，指定超级多、超级多、超级多的那一首。还有什么更厉害的？没有了。我好像也没有拍什么很特别的照片。出来拿出来讲这句的话，才会心言算你金子点。什么意思？今天也在找地方间，对啊。小姨买起来啊！官方会是花絮会，我不知道这个月目前无敌了，真的。写流程盒，我要看到大家写抢的写流程盒，谢谢。请购买林杰生死，麻烦请大家指定林杰。为什么你油油的？假如大正是真的很漂亮了，我也很喜欢大正，大正真的很漂亮，完全是不同的气质，不同的美。睡超过12点，不想面对现实。为什么阿兰疯掉？会不会太夸张了？玉人，谢少爷。两色对的，你很懂是不是？你很会化妆是不是？你来，你来化，你来。要喷钱了，可是很漂亮啊，阿兰。碎当当，嗨嗨，香香甜甜，嗨草莓酱。
造型，对啊，是其实很好看。我讲我要买，我讲我要买那个打量那么久了，然后还是没有去买。Hello， 到底在干嘛？晚安，晚安，风亮，晚安，阿翔。他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用诶，算了。你怎么卸妆？没关系，我也会。其他三个我都没有在用哎、欸。啊，我试试看用这个，搞不好也是。感觉没有，没差，没差。微解封，对啊。可不可以跟柜姐说四个白痴哦？哇，那我这盒可以用了超久哎，也是好像蛮厉害的。晚上要吃什么？我没有要吃哎。其他放着不管了吗？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要用哎。可能修容打阴影可以用用看吧，我好像也用用看。阿姐的肚脐微解封吗？大家的肚脐，哎、欸，我好赞的歌。用用看这个，用用看。有差吗？画的旁边还是颜色不要的，盘子不要的可爱圆脸。有点差、啊，有吧？啊，我一直用错个，觉得有差又好像没差，是不是心理作用？好像没有差，米豆子是圆圆的，我又不想要圆圆的。上面呢，这个发根的部分。好，就这样，有差我们不管，有差。然后感觉是比较瘦，比较哎、欸、有吧有吧，因为有吧。对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不知道。粉的厚度，
傻眼，小雨。傻眼。好像有对吧？我要补卧蚕吗？好像不用，够亮了，我的卧蚕。很有存在感。OK。你觉得不用补，我也觉得。傻眼的是那一格粉啊，它就 没什么用处啊。今天的卧蚕很卧吗？哇哦，肯尼晚安，谢谢肯尼。Where is your Bobby? Where is your Bobby? 今天额头很额吗？是什么意思？特别可爱，真的假的？神奇水煮蛋是什么鬼？今天是不是觉得很漂亮？你看，没有啊？你看我在练习我的卧蚕，你看哦。你就是这边要一直用力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不要在意我的呆毛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我的卧蚕啦！哎，哦哟，认真看，快点，先不能笑。好嘞，打个亮亮，我有打啦。你插呀，阿烂无聊，去大卧蚕是吗？玩游戏捏零件点，考虑卧蚕颜色的时候，咦？咦？麻烦请帮我选，偏金的白，谢谢。卧蚕是可以控制的吗？其实卧蚕是很天生的东西啊，但是如果就是练的话，也是练得出来的啦。其实就是会更明显啦，但如果本来就没有的，很难就很大个吧。就是这眼睛要用力。视线不敢对视，夸张。卧蚕的肥瘦度没有它一直那么肥，可以练出来吗？可以比较明显吧，可以比较明显，但没有办法，就是真的从没有到很明显这样。对啊，马友有练，他是专家，他超强。六块卧蚕太厉害，有些人卧蚕是天生，我就是天生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笑起来就有很大一颗，还是我是去整的，我自己不知道。现场不要练卧蚕没有问题啊，
我这家眼睛做的真的是不是玉宇，我也觉得你看那个皮，那个眼双眼皮平行的那种肥肥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请洽睫妈，睫妈睫妈动的，还是不够肥。嗯，睫妈出品的优质好眼睛，没错。八字眉，我超级不喜欢八字眉，不要再八字眉了，阿翔，我真的不喜欢。睫妈妈操刀品质保证，真的没错。害你眼睛跟着一起用力，顺便练一下乳。哎，还是我们就来个30秒卧蚕操，大家一起动起来。睫妈有传授怎么练吗？卧蚕吗？我是跟麻油学的。爸爸不是不爸爸表示不是像，对，我的确是像爸爸啦，没错，像爸爸没错。今天主题就是跟小蜜蜂洗脸，我才来没有啦。鬼脸照，感觉很好笑。难得有主题，谢谢阿元，晚上好，谢谢陈。刚刚那个画面你可以开本子，什么画面？啥呢？离幕越来越近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扰？下播后卧蚕会不会酸痛？应该不会到那么夸张吧。谢谢 Life， 谢谢罐子老嗨罐子老师的书法教室。为什么在家有种比较温柔的感觉？什么错觉？晚上好，瑞瑞。晚安，平贤。中国风？什么中国风？我说歌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，早安陆爷，谢谢玉，谢谢玉。在自己的房间感觉到比较温柔？没有啊，错觉吧？是什么错觉？奇怪的错觉。谢玉，谢玉，听起来很像一种玉。嗯，少了一点舞蹈教室之鬼的气息气势。什么？那刚才有什么样的气势？凶吗？可是今天灯光比较白，没有哎，平贤，是因为上次一开始太黄了，然后上次我之后不是有调白吗？画面整个画面，然后。就没有动啦，所以就是原本本来是这样子，对，然后现在是这样子，是一样的光啦，可能是到底的味道，没有，他现在都是臭臭弟弟臭男生的味道。我也觉得欸，俊我已经开始有点感受到了，我也觉得这样。
谢谢 Echo。今天到八点半，对啊。今天不是问眼睛，改问灯光，真的。弟弟的床垫是这什么？狗狗。上次直播那个问，不用再问喽。今天不会问为什么在哪地方间，好哦。不聊灯光，来聊泳装，可以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我有拍照，来，不要紧张，我有拍照，请不要担心。每次直播都开发一个问题，真的，然后就是重新进来的人就要再问一遍。嗨，哈娜比晚安。阿姐也叫来这个可爱的狗狗。前面有一只可爱的狗狗，而且穿蓝色还是黄色？我穿粉，我穿蓝色的，我穿蓝色的。我会 po 确实，我会啊，我会 po 这次泳装的、啊，我会。有侧拍吗？没有，拍了就要 po， 我知道啊，你不怎么跟我那么急，你很奇怪耶、欸。谢谢 Hanabi。看的时候会紧张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？不会啊，为啥会？身体上抗拒粉红色，我觉得我的肤色就不适合粉红色。是祖祖拍的吗？好像是我自己，我不知道，好像不是祖祖拍的呀。来，你们太期待，大家太想看到阿杰的嘟嘟了，请不要急。感觉不少人是想看，他们就是，或者他们是这样，我就是与众不同。身材那么好，应该是想说大家都来看我，大家身材都很好啊，没有人身材不好的啊，大家身材都很好啊，不会紧张啊，为什么会紧张？期待嘟嘟。芭比的肚肚还是不要 po 好，那个穿太少。开始管什么意思的。这次有业配吗？也会啊，会啊，我会发。组长我脚步太遥远了。原来外面司机表示同意，谢谢。毕竟难得拍这么少一点的服装，深写怕我会不会啊，不会紧张，小看我，小看我。脱光光都不会紧张，我是说在姐姐们面前。在那个在团员面前。我应该拿出紫色水手服，紫色我早就被我丢掉了，好不好？天气超快发，真的。脱光光可能姐姐比较紧张，她说哪会啊？不要把雾霾后台是说成什么啦？可是大家都习惯了吧？大家都习惯啦。反正别人他们有的就是你知道，大家都差不多啦。都是女生就不用怕，而且说真的在后台那么赶谁要理你啊，大家都急着做自己的事情，更没人会想要看。怎么可以丢掉，再买新的嘛，不要急嘛。 Echo 还没让你期待个人写真集的标准，慢慢来阿翔。反正后台都女生，对啊，思琪没差。水手服丢掉了在哪？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
还找得到，我佩服你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丢去哪了。对，姐姐只会说，姐姐只会说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，拿麦出去。笑死，没有啦。刚才说什么？哦，你这个拉链怎么拉不起来？减肥好不好？没有啦，笑死。忘记忘记了，裙子先脱掉。不要忘记哦，林姐，不要忘记脱裙子哦，太尴尬了。你说没有了，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我在问弟弟事情。没事，谢谢绿色马桶。预估这次升鞋销量会多5倍，希望林姐多10倍。耶、yeah, 林姐10倍耶、yeah! 谢马桶。喝啥喝饮料？弟弟要外带，他已经就好了，我刚刚帮他叫了。林姐想太多，不会啊，玉蓉我怎么会想太多呢？这次真的就算被骂，好像还是要买了的。希望你这次买就抽到纸币，毕竟那么少买。祝你抽到。真奶半糖冰正常，冰正常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喝微冰小冰。接下来等看到业配再加码，希望大家这次可以为我动心，谢谢。因为半糖太甜都会变正常，不想微糖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跟大盘上妈妈买会不会就应该是不会啦。谢谢博成啊，不，晚安博成，晚安晚安晚安又赢。谢谢博成，你第一单也觉得，第二单等业配再考虑。哦，哪次不动心？你们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？你们这两个异口同声，嗯。不知道贴这个贴在床头会出什么事，有点刺激。先不要这么做吧，我不希望我少一个粉丝。
都这么说，买啦买啦，我会尽快发业配的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你懂吗？心脏就心跳的很快，这次整个吹喽，吹喽，有一点动心，是时候来听我昨天的歌了。说不定添了多一个粉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是很希望，我真的是蛮希望的。漂亮女生，看了就开心。噔噔噔，晚安呢，小老库玛，库玛库玛，库玛库。先保个保险，好可怕哦，俊！库马哥，库马哥，库马哥，是不是要先累本？先不用哎，库马哭，库马马。今年夏天就把整面墙都贴满阿杰阿杰的斗宅了，好恶心的感觉，好远。那你来听听看，要正向积极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今天不一样的节，哪里不一样？今天是遇见林杰哦，今天是遇见林杰的第四，真的假的？今天哦，此时此刻吗？嗯，酷欸，谢谢我让你录个，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。有点动心，要先洗干净。嗯，女人，已经来不及，事情已发生，要搞事了。今天刚好今天也是第300场跟播哦，我播300场，酷。谢谢林杰陪你过大学四年。好的，不客气，我有点害怕，其实现在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希望我未来一切顺利，也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，希望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然后过得开开心心的。突然怕怕，我真的怕，有点怕。谢谢谢谢。好紧张。
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那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请问一下，那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我傻掉，他有音乐，我是不是有点太大声？感觉那么多那个新进来的，看到我这样是不是？哎，好的，我好久没有自我介绍了，超级久哎。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AKB48 叫林杰，谢谢。好吓人哦！谢谢阿如，谢谢班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星星，谢谢星星，神奇！我刚刚真的是吓到，我刚刚真的是吓到。真的是，谢谢西西。空姐怎么空姐都不会睡，踩着你脚印沙滩，写着号码的航班，什么都愿意为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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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吓不吓到？想不到可以吓到，我真的吓到。吓到你的我家厨房爆炸的那种，真的差不多规模的人。好可怕哦！耳朵真的是几乎爆炸。它有音乐，它是一个有音乐的特效哎，它是一个有音乐的礼物哎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雷猴啊，哦嗨冷机，我不会讲20岁怎么讲，20岁怎么讲？冷机后哦哎呀，冷机终于来，重复了。香港的朋友，20岁怎么长？以什么什么？以什么？以啥岁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林杰，我是林杰 ，KB48 Team TP 一起上的视频，谢谢。一沙水，我在乱讲吧？谢谢
西西摇起来，谢谢西西，谢谢西西，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加一二一四 AKB48MVP。Hello， 暗公教多多乖呀、啊，开始不想干了都开始讲，谢谢西西。一沙水是吗？可好？我不知道我们讲错啊！你要跟我讲我的口音是不是对的？一沙水是吗？臭女人，你刚刚躲在厕所，怕人家人看到就算了。小米，嗨，老虎。八项，一沙碎，一沙碎，一沙碎，哦哦哦，还一沙碎，哦，还一沙碎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在乱讲？我是不是讲得很奇怪？谢谢庄莹 ，JIE 底线，二一四底线 ，AKB48 TP， 是吗？八十趴港妹，谢谢庄莹，谢谢阿兰，要不要好好问小迪？应该要。J I E， 对啊 ，J I E 啊，听得懂，但是没有人会这样讲。那怎么讲？那要怎么讲？我三十，我叫我三十岁 ，Hello， 我二十岁怎么讲 ？Hello， 我想翻自己白眼，我二十岁怎么讲？傻眼，我傻眼，我傻眼，傻眼，我傻眼爆！快点跟我讲二十岁怎么讲，快点啦！我二十岁怎么讲？对，我的 IG 是 S I E 底线 S 底线 A K B 48 T P， 谢谢大家！快点啦！我也知道 20 years old 很烦，你先吃饭好的，觉得这应该跟现在也差不多，其实我也觉得呀，想什么赶快放下20岁角色设定会比较轻松，哇我就20岁什么角色设定，这不是设定，这是我的实际年龄，像我说14岁就长成这样，30岁还是长成这样，厉害吧，厉害吧，好难用字，教我十的字，好好奇哦。讨厌鬼，瞒不住自己自爆30岁，完蛋！20岁知道啦，臭女人！我现在在首页，真的、哦，看不到我回首。谢谢瑞瑞，我用另外一只手机 Google。等一下哦，我要怎么查、啊？十字念起来要合上嘴巴，二十岁。二十岁，
我不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粤，粤语的广东话，广东话，哎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。95%，他真的讲20岁，我怎么嘴，我怎么有那个嘴啊？好烦哦，20岁，是吗？可是 Google， 他会有那个吗？他会？睡，一下睡。我是先学台语。好难哦。有没有广东？没有啊，粤语没有啊，没有。新观众竟然会一直看我念错，算了。主播新主人。广东话读音网，哎，好难哦！广东话读音网，发音网，粤语在线发音词典。20岁，哦，20岁。20岁，现在是你讲衰，衰的音不对，衰的睡，我是衰睡的音不对，衰。啊，好烦的！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齐医生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直接讲中文。我是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一齐生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耶！啊，我的音乐，等一下，我的音乐。其实啊，小翅膀，好久没有小翅膀了。你好，我是林子，好，我是林子，二十岁。我是 AKB48 Team TPD 的一期生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你好，可以去追踪我的 IG， 最爱一底线24底线 AKB48 Team TP。 谢谢大家。来首 TP 的歌吗？要提什么歌？
钟，九位同志榜，真的，我的粤语都每次都那几句啊，我就只会那几句啊，奇怪。不好不好好，放不好。一直放任着沮丧，结果也不能怎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当时也想，耶！飞了，飞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怕什么？怕害怕？一切不要去回想，深呼吸，从头自一下。哦哦，没错。哎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不行，露出来。啊！我跳错。没看到，当作没看到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一起升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，谢谢。要做习惯，最好是的。麦有点重。好想看公演。什么口白？哪天公演阿姐要来个星星，先不用。我是 AKB48 天天 B 齐声的水林姐，20岁，今年20岁，谢谢。新型病毒没有新型病毒啦，还要什么歌？看一下。呜呜呜呜呜呜 ！QQ。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，总是苦涩的。什么？My job 背对的时候翻裙子是不是只有我会翻？什么意思？
才学会了飞，在云朵前脚步软绵绵，心跳的滋味仿佛以前和繁星重叠，无人感觉世界所有的细节，听音乐越闪动光辉，繁星一般灿烂耀眼，应该要插吸管，跳到一半可能给迟钝的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还乐休息。西门快闪超赞，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本来想说要快闪三个地方吗？只是下雨，我觉得超可惜的。对，然后最后就只有一场，本来是要三个地方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啊，俊，那蛮巧的。这种活动现在真的很难得，你看以前快闪然后多开心啊，现在就不能，就是大家就是在外面很危险。后面比较不熟。以后还有快闪吗？希望会有啊，其实还蛮多活动都希望会有的，就希望什么活动都有啦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。公司雨把我彻底占据，喜欢上一个人的结局，路危险又崎岖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AKB48 TTP 起身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，喜欢一直跟我的 IG 加一底线 AK 加一，讲错，加一底线214底线 AKB48 TTP。下一季也想要，其实我也想要。是不是讲太快？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TP 的一起身正式成员林杰。林杰今年20岁，心不再平息，这份命运早已经注定。什么杰你的杰，你很讨厌你瑞瑞。不能重讲吗？可以重讲的吧。是对你的 love 小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这首是 love 小心，他自己帮我放歌耶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月的升鞋是泳装升鞋。草地没有舞步，绿草地有舞步，它有位置有舞步，只是很少。这声音太甜了吧？
像是荒谬，关于故事的开头，找不到线索，要么是来源和理由。看一眼星星拼图的你，看我犯的错是不及，也许表演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，都怪你。没有要口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Liquid 一起生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不敢念，我不敢念。那一点，是你与我也百思不解。你才谎报年龄，臭小姨，你怎么可能比我小？总是等不到，天真性格又莫名滑落，不安频频发作，属于女孩的寂寞。在夜星星拼图的你，把我变得不像自己。天中神神难道不行？自信哪来的气？天空白无能为力。实在猜不到爱这一个命题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！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怎么样？奇怪，奇怪。当当当！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起身正式成员林杰，今年20岁。也蛮奇怪，谢谢西西大大，我帮你们拍手，我帮你们拍手。爱之味，当当当当。谢谢大家。
可以来个没遮脸的版本吗？不行，我无法接受。我不行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破的 no 没有一个嘉年华解决不了的事，如果有这两个，有事吗？吓死人！等好久，今天终于听到了，恭喜你！还没开始的水有福，这次是我的极限了，大家请不要逼我。爱一层。他的资格。还好今天有认真上班。嗯，怎么意思？谢谢雨。谢谢大家。为什么没有人认养歌词？请问为什么没有人认养歌词？请去歌词投稿，谢谢。哦，因为这个没有歌词，我误会场，对不起。有人打了，对嘛？对嘛？耶耶！单身吗？命中注定的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笑唱海报丢起来。我三十念排行榜念排名了，三十哦。第一次听我凄厉的口白，特别特别八亿。呼呼，势必要唱这条穿马尾，没有办法了。呼呼。都知道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线索。好嗨，好嗨！支持最强双马尾，我也支持最强双马尾哦。欢迎，但是我不支持我现在出现这首歌。只是绑上马尾是他了，这次要不要来一下？先不要。
你支持阿杰唱啊？那这个我不好意思就不支持了，换战士。已经退场了。我在讲反话，我怎么会在讲反话？欢迎战士。逆转的王子殿下 ，no no no no， 当当当当当当。够了，禁止！我不想听到这小蜜蜂这首歌，你就。打枪有吗？耶耶耶！噔噔噔噔！刚刚该去下单加满的，谢谢。谢谢花园战士。我哪有一直打抢你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想。想想正大都半年前，阿杰又老了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时间过那么快，太神奇了，雨人。谢谢樱桃猫列车旅行，谢谢。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谢谢樱桃，谢谢瑞瑞。第一首什么？对啊，夕阳，看见夕阳了吗？你们看见夕阳了吗？谢谢东东。哦对，哦对对，正大是圣诞，圣诞夜，平安夜，平安夜，对对对对对。母母好听。幸好是你听的第一首，赞美。正大是圣诞平安夜吧。那时候没有入坑哦，那你怎么会听到这首歌？设成下午的闹铃，因为觉得哎，其实蛮适合的事情。夕阳是最大回忆，是首都会。夕阳首都会真的蛮赞的，千唱也很赞，真的。当初一入坑就看到阿杰入三单选拔，好赞赞，蛮恭喜你的人。这首签唱会真的很棒，嗯。因为特简一点哦，真的假的？蛮有缘的，可好？板桥舞台又够窄，真的很窄。应该说它很长，可是它前后距离，它也没有到很长，但就是刚好站下16个人，就是刚刚好，你跨出去任何一步都会掉下去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刚好。
然后还有人提早上台，对不对？李是不是查理？超好笑，例子超好笑。PP 实习向前行，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也潜太久了吧？原来。例子先吧，例子超好笑。我们家人动吗？就小小跳啊。虽然只有看到照片，但还是很香，很香哟，米酒。早出晚归，真的好酷。他们两个真的是姐妹。哦，对，第一场还没有考照，对耶，好赞哦，好怀念。最近半年才浮上来，那你也潜太久了吧？怀念没口罩的时光，真的，你好吗？想念那神灵级的大眼睛。可以牵手，可以握手，还可以讲话，是不是很棒？30分喽！小虎牙，很少人会想我的虎牙，应该是你，只有你这个，只有你吧，俊。真笨蛋啦！你是真的笨蛋啦，某某。最后一次没口罩，见人家活动记得是下，哎，是不是有点太久以前？没有 uncle 啦，没有啦。想念我的歌手服，虽然没有亲眼看过，那你在想念什么啊？来。这首我练嘛，没有什么在唱，但是我还是就是歌词要看着，不然但是还是会选你。这首很有趣，这首有舞啊，这首有舞啊，他们有表演的。哦，是这样，然后还要慢慢下去，然后再慢慢起来。好笨的感觉，哎，怎么蛮适合的？你们很烦哎，很坏哎，舞龙舞狮，好好讲话，什么舞龙舞狮？什么我的歌？奇怪。我不想，我没有想跳。我要念排名了。
下，自己假装，因为成绩太差，分数稍微失常。啥就是薪水？务必让我跳，不行啊，这聪明人怎么跳？好了，我要念排名了，大家。石头，哎呦，明年过年生日决定，是不是有点太早？明年过年还有一段时间呢，太早了。我要念排名了。什么啦？咚咚咚锵，够了，讨厌！过年直播主题。好有画面，不用想象我跳舞龙舞狮的画面吧？你们好坏，我要念排名了，大家。我怎么点不进去？有了有了，今天的第十名是阿拉。谢谢西西安的第十名阿兰。说再见，差不跳错。好，等下第九名。第九名，八二，谢谢八二。第八名是阿凯，谢谢阿凯。第七名是周莹，谢谢周莹。第六名是孙雷，谢谢孙雷。第六名孙雷，谢谢。第五名是陈，谢谢陈。第四名是静，谢谢静，谢谢静，谢谢静。第三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二名是米酒，米酒，谢谢米酒。我只去落下海天空里的绵绵冬天。哇哇哇哇，第一名是西西。我没有玩偶。谢谢星星今天的第一名。阿弟在枕头，回头旁边都没有人，我要勾谁？谢谢西西的红包，谢谢西西，这瓶是水啦，纯水 ，OK。哇哇哇哇哇，耶！鬼八节。鬼包阿姐，谢谢西西，
谢谢西西，恭喜你跟了三，今天是第三百场，然后是我们第一天见面，是吧？谢谢西西。嗯，哇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辛苦啦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鬼宝，嗯，臭鹿爷，辛苦了大家，早点睡，明天礼拜六，辛苦了。奶奶，大家早点睡觉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大家辛苦啦！我没有喝哟，请不要误会哟，请不要误会我。奶奶早点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西西。哒哒哒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早点睡啊，大家！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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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生，奶奶欢，奶奶俊，奶奶奶奶原来，奶奶思涵，奶奶 lonely， 奶奶品贤，奶奶可厚，奶奶思琪，奶奶阿如，奶奶俊，奶奶柠檬，奶奶大健，奶奶陈，奶奶阿凯。奶奶古大伟，奶奶陆爷，奶奶可豪，奶奶玉人，奶奶管胡，奶奶嘟嘟，奶奶空叶，奶奶俊颖，奶奶钟颖，奶奶小智多，奶奶玉，奶奶阿香，晚安晚安，奶奶玉，奶奶哭啊，奶奶剑骨，奶奶丑瑞瑞，奶奶希拉，奶奶听，奶奶空白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谢谢西西。奶奶奶奶奶奶圆，奶奶樱桃猫，大家晚安。105度不是不是38也是不是58，是105度哦，蒸馏水哟。奶奶拜拜拜拜，太好笑，哎、欸，我都没想到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这梗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好，你好，你很好笑哦。好了好了，奶奶早点睡，早点睡。